第十五题，在氢氧化钠水溶液中加水稀释，其 pH 值的变化与所加水的体积关系图最接近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氢氧化钠呈碱性，所以它 pH 值大于7，加水稀释之后呢，就会碱性变弱，所以 pH 值会变小，但它最多最多只会稀得像跟纯水一样，那么也就 pH 等于7，也就是说它的 pH 值会从大于7逐渐的减少，但是不会呢比7更小，那最多就是接近纯水等于7而已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其 pH 值的变化与所加水的体积关系图最接近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